二哥又成守坑模式，满山他总是这样。哎呀，我这一下拿不了，就放哪？我也是在这找着啊。这不是他刚一追的很远，蹲在这儿开始玩，别搬完了，在这儿，哎，说这他吃了个嘎，对，哥紧急求助，发光了，他又发现了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这儿也是。我这发现两个。我也要。还得蚬子。吓我一跳。我觉得这，哎，这不应该是吧？不是。就要找痕迹，确实是。哎呀，你那儿有吗？有，两个来。来来来。看，我这呢。一个啊，看见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哪呢？开门。这个吗？我是一只。看，这是海瓜子啊，这全是小海瓜子。哎，这个海瓜子没长大啊。一般有海瓜子的地方就有它。来来来，小螃蟹，瞎跑。就是它太小了，要我抓它。它要捞个啥？螃蟹，啥螃蟹？不是，那啥，鱼。一个比螃蟹更有趣的东西。嘿嘿，啥？我看看。一条鱼，真是什么鱼？很漂亮的。河豚，我都看见了。他都要我靠，出来。嘿嘿嘿。这家伙，他不生气呀？哎。这肚子会变大，这个他没生气。来了，走。来了，走。动它了。走。看，啵啵啵，看。哎呦我去，他吃铁杆了。对呀、啊。你也太疯狂了。哎，这个螺有点小，嘎啦可以拿着哥。这个好看。嗯。这个确实有点小。来，镜头。等下个月再来抓你。下个月又预定了这。对呀、啊，咱们这个灯打得远。小妮啊。嗯。哼。活着吗？这个。抓呀。不是。好像野兽伤了，啊、感觉。看。它屁股后面好像也是。哎，这个有点小，放了哥，就放着。嗯。放着，走。怪了今天。啊。嗯。鸡屎螺，我们叫它香螺，这个卖特别贵。就发现一个酱，晚上都出来遛弯来了。哎，它跑到这个痕迹，看，然后现在跑到这儿。哎呀，看这个，又是一个卧沙螺。又是一个卧沙螺。来吧，这么大的肉肉，今天晚上刮的是南风上螺，来，不洗这个沙回家不好养，吃着满口沙不太好。有货，看那，看这个痕迹，从这边来的。有，你看见了？啊，看这个触角，来吧，这那个水都没有，呦，这个肉肉。你洗一下，你这动作幅度太大了。然后看这儿，我照在这儿，我要快点。这水里应该也有火哈。你这痕迹，就打这儿跑，
肉。走，还有一个在哪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哥，看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走快一点，在这个洞里边。洞，看，看看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看没？哎，对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吃沙，全是沙。耶，等一下，壳吗？这是个壳，是个壳，是个壳。壳就算了。哎呀，我就说还钻了个洞。来，你过，我就在这儿瞅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再坐一下。太累了哈。走不动了，太晚了。有点亮，看不清。12:44。咱们准备撤吧。走走走，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